我的名字是唐善宜，以前就是不睡觉，还是以前是个祭生时，还是喝酒抽烟，这样的人。 现在我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教长。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也信了耶稣了，对吗？主要的目的是你不要通啊，意思不要抢，不要做坏事。我们信耶稣是要做一个要真实的人，是要这样。在你过礼拜的时候，礼拜天不要出去。 不要往过礼拜的时候，你要在教堂里面过礼拜。因为这房子太小，也是窗子也不大，也是小，也比较多，所以住那个礼拜是太困难了，也是住不下。有时候有些是小娃娃在过来过去，也是不好走，不方便。 我们唱歌，我们一个赞美歌，好像我们读诗集这个，我们读了，我们唱歌了，我们赞美了，好像我们身体里面有点轻松，什么困难都没有，什么拿错都没有，都是太感动，太高兴，像这样的。 我这样想，我们是人多，干事没事，就是说，慢慢的干。 慢慢的干，一年两年这样搞，这样想。但是怕什么是不怕，但是我是一定要坚决把这个教堂要搞好。 但是新盖的说教堂盖好，掉的是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这样提过了，没有东西啊，是吧？窗子、窗户、大门呀、啊，这些都是没有搞好。这十年里面，我最重要的是这个盖这个教堂是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了，<笑>就是这个了。<笑>我这个十年里面就是这个了。 我们这个教堂是两年前盖的，因为是我们这老百姓也是太穷，没有钱，这个窗子也买不起，就是这样提过了。窗子啊，这个板凳啊，还有七七八八面什么东西都还没有，但是现在这个里教堂里面连礼拜也搞不成，噶。